空的。你真会怕。不要往下看，我会怕。超车了，拜拜。哇，好像蛮挑战的哦。对，你带一个大的，带一个小孩，就你啊，你啊，肯定你，我拍你玩。确定吗？确定，你是开车高手啊？不是吗？跟那个没有关系耶，我的平常感觉不太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排队了。买票排队。好，看起来是玩这个东西，不过这个能载人吗？看起来蛮特别的，有点类似没有辅助动力的卡丁车。这边好像有看到它会有四条赛道，然后总共2.6公里，每一条的难度跟长度不太一样，就有点挑战。这边的话呢，礼拜天礼拜一开到7:30，然后今天我们来是礼拜五，所以开到9:30。哇，开到9:30哎，晚上也可以玩哎。怎么样？是你的话想要选哪条赛道？我当然是最简单最平滑的那一个啊。所以会跟我们跑不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要跑最难的，最有挑战的。可是我都怕落单。那跑一趟下来的话，我大概要玩个2天才会下来那种。一个票券可以玩2天，那我好像也想。不是直接卡住，卡在路旁。我看你满头汗的。当然满头汗啦、啊，这个温度非常热情。但是其实没有台湾那么闷热，比较凉爽。但我觉得还是有热啦，只是说他们这里的话会有一些风啊什么的。我看一下现在的体感温度，我不相信现在体感温度没有超过40。我们现在在圣淘沙，然后它的体感温度的话，我看一下多少？哦，38，还真的没有40哎。对啊，在台湾都40几了。对，可能湿度比较没有那么高啦。我在想。要选安全帽了。对，选安全帽。对，防护措施一定要做好。他说可以站在椅子上面跳，开玩笑，不行的。对啊。我们要选安全帽，它有分 size。对啊，他说他想要蓝色，可是蓝色是 M 的。对，蓝色人太大，他可能也是要黄色的。对，他就是。哇，头变超大了，这是太松。换我自己来戴，我要戴什么颜色？蓝色、绿色，看起来是要戴绿色。戴绿色，戴绿色，对，戴绿色行吗？Why not？我要戴橘色，橘色比较乐意。可以的，就我特别橘，有没有？很显眼。好像会不会戴起来我的头变？头变怪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很像那个瓢虫而已。我觉得你比较可爱，蓝色比较可爱。我这样戴，哇，还可以吗？看起来好怪啊。还是很帅，很不习惯。帽子就特别小，然后我戴起来我头特别大 ，good， 我大头。我们现在要应该是要去坐车子，先把它坐上去。哇！我们要坐这个上去了，滑雪吗？好酷！坐上来啦！哈哈哈哈，好酷哦！我们跟彼得的话，他们中间有空一台缆车。其实有点可怕，因为现在这样子脚底是空的，不敢往下。脚底会不会麻？好玩啊！好好玩哦，妹妹好棒。妈妈会怕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会怕，妈妈惧高症。哇！你的羊鞋会掉下去？不会。哦，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吧？可是这个有轨道哎，看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简单？还是这个是回来的地方呢？我会怕。哇，好酷哦！我不会。这个真的是，各位看这个。这个真的好酷哦！我们现在是在空中这样子，而且它就是一张椅子。老空的。你真会怕？不要往下看，我会怕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妹妹你不会怕？哇，其实蛮高的。对，其实是蛮高的，这真的蛮高的。看到我们的那家里。对，护照跟那个东西不要掉下去就好了。哇，好恐怖哦！我脚好麻哦。真的假的？还会晃哎。对，会晃会晃。我们现在到这个机构上面，我完全不敢往前看。结果我们根本不是来玩滑车啦，我们是来玩这个，这个好玩的，可以吗？不敢往前看，我很怕这样倾斜下去。赶快看一下啦！我不敢。来往后看啊！哦，往后看，我们后面有掉一台车哎！哦，这有掉一台车，你看。我不敢看。真的假的啦？你真的往前看更恐怖。QQ 也不怕啊 ，QQ 在我们后面，他也不怕，看起来好猛啊！哇，好酷啊！下面的脚是空的，好毛哦！不会好不好？你就是觉得、啊、这个比那个玻璃的那个一层那个还要恐怖，因为你会觉得你更腾空。这个本来就腾空啊！哦，重点
是没想到会这么高，哇！你真的怕高？真的，就很没有安全感。不是，他说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。我的 Siri 听到你在讲话了。哦，真的。啊，他还有帮我们拍照哎。哇，往前看这样子，往前看，觉得这边哦 ，Smile for this camera。所以他有讲哎、欸、啊，我们都没注意到，他帮我们拍了一张哎、欸。啊，重点是往前看，你看这样子空的，你会觉得说你快要掉下去了。他说不能乱动啊，不能玩这个啊。我也不敢动，我也不敢动。哇，哇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哇塞，超酷的，这根本卡丁车吧？过弯哎、欸，天啊！妹妹，我很期待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有啊、哦，那你跟妈妈一对。不要，我要跟你对。你跟妈妈一对啊，妈妈现在。妈妈现在觉得很好玩的。妈妈已经比妹妹比酷巴还要来不行了，她居然不怕，我怕、欸。我们要做多，你看我们比这个树还高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样看下去，其实全空的、欸，真的是全空的、啊，妹妹都完全不会怕。超没有。全空的、欸，完全全空的。哇，你看，尤其是这样没有树的。对它这个其实连网都没有，连防护网都没有，它就是对它的设施非常安心，万一掉下去的话就是。自求多福，我就很害怕。你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我掉下去，掉下去的声音。哦，动一下，可以吗？不太行，往前看我觉得不太行，因为完全没有可以保护的感觉。你看那边有个安全帽在上面嘞，是不是？这个安全帽在下面的意思是，真的有人把它丢下去？有人在空中可以把安全帽丢掉，是不是？还是他太开心了就掉了？没戴好，有人觉得太热就拿起来了。对啊。好酷哦！哇，好烫哦！好了，这一场就是你这里就是重点了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老婆大人居然有惧高症，这个标题就是这样下的。而且女儿还不怕，酷巴完全没有感觉。对，但是你不能太前面，因为它是不能太往前面靠。对。哇，烫！会，对，会烫，因为真的有点热。我们现在是跟太阳挑战。哇！老婆大人跟高度挑战。对。好了，可以。那我还觉得有凉度哎。有凉度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有点风是吗？对。但是太阳太大了。我们下面有掉一台车啊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不敢。这里啊，这里后面这里有掉一台。我不敢。哦，其实真的脚是毛毛的。这边有掉一台车子在我们的后面，它好像有一些滑车，就是会跟着走。不要拿下去了。因为彼得爸那边后面也是有两台在后面，就是掉在上面，有不少人都有这样掉着。真的缆车是可以一次载两个，就是除了载人以外，还可以再载。滑车哦，下面来了，又来一群了。你看，好酷哦，下面来一群了。哪里？那是龙啦，那个是龙啦，不是蛇。龙有角，有须。这边哇，这边有一群，哇塞，好酷哦。它是可以刹车的，我以为它不能刹车，看起来是可以刹车的。可以吧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所以我慢慢开就好了吧？我还以为它没有办法刹车。但是慢慢开，可能会有别人在后面啊。上次我开卡丁车就有人撞到我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我们快要下车了，快下车了。妈妈，还可以吗？你现在看这边下面，比较没有那么恐怖了。哦，对，这只要悬空我就觉得恐怖。这样子应该比较没那么恐怖了，差不多十层楼高而已。还是蛮恐怖的。好了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要到了，我们先这样吧。我们等一下会再坐一次。还要再坐一次。然后他的滑车啊，到这边之后就自动被放掉，然后就溜下去了。哎，这样子规定位滑车也真的蛮酷的。然后缆车就会变成空缆车回去。其实这个我觉得台湾可以发展这种东西耶。哇！超车！要等我吧。超车了，拜拜。拜拜。Show you 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妹妹。
容的。其实蛮好玩的，但是比想象中的还短，对不对？一下下就结束了。一下下滑几圈就结束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选另外一个路线。我觉得速度不够快，可以再快一点。等一下你自己开，我载妹妹，你可以自己玩。对，我已经会操作了，只是你看我太紧张太用力了，整个手都红了。是。我觉得可以的。等一下又要坐缆车了，你要记得又要坐缆车了。哦，我又害怕了。哇，第二回。第二回有一点心理准备了啦。真的吗？对，脚可以放松吗？已经知道说多恐怖了。这如果是穿拖鞋，拖鞋会掉，对不对？应该不能穿拖鞋了。好像他有写是要穿鞋子，所以应该是至少要有后面，就是可以包住后脚跟的。对。对啊。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是正中午，所以脚等一下就会变成烤肉了。我刚才有看那个体感温度，这边的体感温度目前正中午是12:22，其实39。如果以台湾的话，现在差不多会到40几度，就是体感的啦。但是紫外线应该也是蛮高的。对，我的脚没有擦防晒，怎么办？你是男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看前面我还是不太敢看。真的吗？对。妹妹都在看啊，妹妹觉得无敌啊。妹妹好看吗？下面还有花花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恐龙等一下暴龙会跑出来？不会啦。这等一下会有暴龙直接往上摇、欸、下雨、啊、下雨，我们在滴雨，下雨哎、欸、对，在下雨哎、欸、对，下雨，下雨了，滴雨哎、欸、哇，其实还是很恐怖啊。哪里很恐怖？有，很恐怖，很高哎、欸、是那个雨在滴下去的时候其实还蛮特别的，还蛮大滴的，刚好那个午后雷阵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 对, 对，太热了。哎、欸、不对，我们饭店的那个泳衣衣服没有收，没有，我们上面有顶，真的、哦，对，我们上面有顶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不然就洗了就白费了。我有看，因为我就讲嘛，下面都是阶梯式，旁边都阶梯式，我们那个是有顶的。哦，有屋顶。对，是哦，还是怕怕。我看你这次比较没有什么怕了，还好。因为已经知道不要往前看就对了。要往前看才对。No, 这个就是风景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那边有跑道哎、欸。还有果实。对，还有果实。我们等一下要选另外一个跑道。但是。哦，飞机，飞机上去了，哇哦，哇哇哇哇哇！是哪里？啊，来了啊！我刚好举下来，没有，前面我刚好举下来，对，我拍的相机，哇哦！我是觉得这个设施啦，其实还蛮适合在台湾发展的、嗯，因为它的车子看起来养护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，就是缆车跟人力可能是比较高的养护成本，但相对的，我觉得好玩的东西可以吸引蛮多商机的。对啊，而且它在操作的部分其实很简单，对，真的很简单，连我都可以学了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适应得了。对，就安全性来说应该也可能还好。嗯，就往前往后，然后不要翻掉就好了。而且它的坡度应该是有设计过的，所以不会让你到超级快，快到夸张那一种。对，对啊，所以开起来是还 OK。像我这样载妹妹，妹妹拿着 GoPro 在拍也是很稳的。嗯，对啊。等一下换我，等一下换我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这台跟那台都卡住了？卡住了，车车你去撞它，车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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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可以吗？撞下去吧。放，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下去吧，再见。哇，这回我一个人的，耶耶，不是要插队，跟着你走蓝色吗？不是，我们跟着彼得爸走。可以先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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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跟他们走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没有走蓝色啊，蓝色没有了，可恶，这条比较长哎、欸。跟他们走啊！他们走粉红色啊，我们走另外一个好了。哇哇哇！好快啊！哇！那我们走橘色好了，我们要走橘色了，没走过的。对，我们该走粉红色的。哇！
马踏板好像比较慢的。结束这一次的滑车之旅，好玩吗？还有钓鱼，好玩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我觉得滑车比较好玩，因为钓鱼我会害怕。哦，对，你钓鱼看起来比较好玩。对，但是 OK 啦，我觉得这个设施真的是蛮好玩的，只是说速度真的有点太短，不够过瘾。我觉得要再长一点，玩起来应该会更好。嗯，好不好？那下次如果有来新加坡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自己来体验看看。价格的话，它一张票是可以来回两趟，所以你只要买一个人一次就是两趟。对，它一次就是买两趟，然后呢，价格的话差不多一趟是200多的样子吧，200多台币。可以啦，可以。所以你的旅游时间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内可以完成。对，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的惊吓表情，很开心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对了，还有他下来的时候可以拍照，所以你在那个看到摄影机之前就可以比个耶，因为我们刚才在路程的时候都有在弄手机，所以就没有拍到漂亮的照片，有点可惜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在这边结束啦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